要举手才有奖品是吧？数字，数字一到十有没有谁来尝试一下？我是最有的。给你背号这位同学，对。可以，很好哈。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福州话这个，比如说我们数字有这个数字一，其实有两种讲法，是哪两种讲法？二万是英文，对，其实跟英文二万很类似的一个意义，一个区别，是吧？A 和什么？来，你太多次。A 和什么？谁是死的啊？还对对对 ，A 和说哈，对，刚才说，刚才我们讲这个是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有点像什么？我们英文讲那个叙述词和那个记述词的区别嘛，就好像这个 first 和 first， 对对对对，一和第一，对。比如说我们数数的时候会说南山谁，比如说一二三四，但是如果是读数字，比如说读号码就是 A 雷山，就写这个一对还有什么我看看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福州话的这个时间嘛，时间从顺读法和逆读法没有算的话，地方我们先讲从那个从早到晚的不同的时间点，好不好？啊，从这个早上到中午，是吧？下午evening 傍晚和 night 半夜是 middle night。对，一人一个，有没有知道？你来。宰酪进屋啊！哎，可以了。宰酪，你说宰酪对吧？等一下，一个个来哈。宰酪。第二个怎么来的？啊，宰酪啊，进屋啊。定屋。定物，不会是你，不会是你。来了哈，这个普通话是什么？下午呢？对了，定物还有一种讲法，中午还有另外一种讲法，有没有？跟你吃午饭那个是一样的。哎，没错，你来，你说什么？三八哦，你是哪里人？你是闽清。闽清哦 ，OK， 闽清跟福州话很接近，对吧？你们讲，你刚才讲的，我们讲虾，你说虾是吧？对。然后他刚才讲的这个是吧？他说早中晚叫什么？刚才说虾波、虾早、虾妈，对吧？我们福州话讲这个虾波，虾波、虾早、虾波、虾早、虾妈，对吧？不问就是吃饭，就是饭。那么写岛，这个岛就是中午的意思，就是那个下午啊，就是这个昼这个字念作岛，对吧？然后刚才先骂这个，等一下我们讲的晚上这个福州话就是骂先骂。其实福州话讲吃午饭就是吃中午，然后吃晚饭就是吃晚上，啊。吃宵夜啊！吃宵夜就是半夜吗？吃宵夜，我不知道怎么讲。嘎咚咚，懂的呀。福州话没有讲吃宵夜啊，不是吧？福州人不吃宵夜。福州人不吃宵夜。那你要讲下一个？手举很久了。你要讲什么？下午什么？二老对吧？二老啊。就是下周就是 afternoon， 这是 noon， afternoon 是吧？然后呢，刚才还有你后面那位同学，第一组第三排同学还在，你看，英语行不行？英语不行。那我们可以用日语。
你要给我讲，我就能念出来。我也想教我。啊？对，傍晚，傍晚怎么讲？光摸对吧？不是，是晚上，那是晚上。光摸还是光漫？光漫还是傍晚？啊。光漫才是傍晚是吧？杜老师同意吗？光摸。我查一下字典。对，我本来想给你们看普通话字典的，下节课给你们看。对。不就啊，这个声漏嘞。对，光摸还是光慢，对吧？等一下，上课其实不能玩手机，但是。傍晚，那个嘎洞帮我查一下嘛。哦，好，算了，上课做整录基本上都不是很成功，所以我们存疑了，这节课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有人会讲光摸，有人会讲光漫嘛，光摸其实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然后光漫应该就是我不确定怎么写，但是反正就是一个是光摸，一个是光漫。到晚上呢？晚上是啊？对，晚上是慢摸没错哈。对。不会是十二班的值班的？传答案，我传的答案。我也要。然后半夜呢？半夜什么？半夜是什么？半夜是什么？Midnight。对，其实就是半夜三更怎么讲？晚安对吧？没错，晚安。晚安就是这个半夜三更，对，所以凌晨也算在广播呢，那个也算在广播。两只刚啊，四强啊，四开，我们这是会有词。OK。所以我估计那个光漫应该，我现在也忘记，一下想不起来。我觉得光漫和那个光摸的区别应该是，一个是半夜三更啊、哦，但也可能有的人把它当做那个半夜，下午。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个词，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不会讲，就是中午回家吃饭怎么讲，普通话怎么讲？Go back home to eat lunch. 可以，不要讲英文，可以。订屋干了写博对吧？你就直接讲的订屋干了写博或者写岛对吧？但其实比较更老一点讲法是说，直接讲说，蹲脑，就是蹲坐那个多嘛，蹲脑是吧？蹲脑。就是回家吃饭，然后晚上就是躲慢了，就是这个，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讲这个，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老的讲法。Anyway， 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一下今天的对话吧，好吧？外地人开心时间。我要一个小助手上来帮我一起演对话。我可以。不要，这个拿上来吧。这个拿一个上来。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对话的背景是什么样，对吧？早上起床。对。周末的。对，周末早上，或者是放假时间的早上，对吧？那么放假时间早上，你在家和赖床的时候，你妈叫你起来会讲什么？操你妈！他说。哎呀，快起床，怎么样？哎呀，开吧哟，开吧哟。中午我，所以我是演你妈，对不对？可以，我演你妈来。因为其实孩子就这一句话，对吧？只有第四句话是你的。
我说哎呀开拜哟开拜哟，然后呢，然后太阳都晒到屁股了，你太不破搞鬼了没有啊、哦、所以很有一个意思，有一个可以讲的点，就是说什么呀，太阳怎么讲，太阳普通话叫什么，你套你套，其实好像很多地方方言都是这样，我们好像也叫你套，你套对吧，啊、哦、你叫什么，你套啊，你套哪套哪套哪套，哦 OK， 你是来龙岩人还是啊，我三名三名三名 OK， 也算闽语吧对吧，你套的破口果然没了，你们怎么讲那个屁股，怎么讲屁股不会讲，不会讲，平常不会讲这种词啊，因为好像很多闽很多这个福建方言都会讲这个古约，就这两个字哈、哦、叫掏掏掏掏，好，所以我们说你太阳都破搞鬼没有了，破破就是什么，破就是晒的意思，这个铺铺嘛，铺晒的铺对吧，啊、所以你发现福州话很多用字，你太阳什么古窗后面是吧，古 OK， 你太阳都破搞鬼没有，这个应该是一个身体部位的一个后面常见一个后缀，就你看到，对，就是你讲古约也可以表示屁股，古约妹也是表示屁股，这个妹还用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脸，我跟你讲说脸大是什么，妹就是脸我是讲美对吧，但是呢美也可以后面也可以加一个后缀叫命妹，就是加同样一个后缀也是表示什么呀，脸也是表示脸，对，所以这个杯这个字应该是表示，我现在不好随便乱讲，又没有查过，应该是某种身体部位的一个后缀啊对吧，啊、哦、然后这个勒就是勒啊，就是勒，就是后缀，这个就是那个语气助词嘛，哇，整个语气助词就感觉好高级。好，然后下一句说，上学都来不及了，我们上学怎么讲？说什么？也可以讲上堂对吧？孙洞对吧？我们可以讲这个孙洞。孙洞对吧？或者比如说去学校，我们讲口。现在我们会讲口好滑哦，对吧？但是可能在老一辈他们会讲这个，不会讲学校这个校字，就学校的校字比较现代人才讲这个了。他可能会讲这个好动嘛，啊，好动。所以上课有一个很重要的讲法，就是好动这个堂，但也可以讲什么呀？这个斋也是表示学校的意思，所以说。科耶去摘啊，科遮也是表示上学的意思。OK， 我感觉一直亮着你的上面。好，我们下一句。哎，等一下，讲到这个摘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福州话词汇，就是你要私塾怎么讲？私斋。什么东西？是有个斋在里面。对，三位书斋，这个斋这个字还有一个斋这个字还有一个词，就是私塾啊，私塾叫做隐阿耶啊，隐阿耶就是人家斋，人家的学堂，对，就是这个在比如说解放前很常见嘛，就是你要在有我们这种小学校和中学校之前。很多就是你的应该我觉得可能有点那个历史，三位主可能也是学，就是你就是找老师嘛，就是找会读书的人，对，所以私塾就是在别人家里头上学了，就去别人去老师家里头上学，叫人家哎啊，人家在，设计 ，OK， 所以啊，哎呀，所以现在这一句就是啊，宁静南摩隆洞。啊、哎呀，宁静南摩隆洞。OK， 讲得好。第一个字怎么？第一个字怎么讲？外人会讲话。宁静南摩隆洞。
啊，我今天没上课啊。那其实就是我啊，不，那就是人，就是人的意思嘛，对吧？人家人的意思，就有点说哎，那你听来我们那种有点烦躁的感觉啊。那最后一句话呢？那个姨妈就说，毛龙洞会干，你说？更多更多一样，更多更多什么意思？更要更要啊，会干干个大意哦，干干个大意哦。然后呢，本人的队友找大爷，本人的队友找大爷。啊，队友什么意思？帮忙，对对。啊，找大爷就是什么做事情是吧 ？OK， 好，谢谢你。啊，没关系。不客气。所以等一下还是请大家分组练习，我再和嘎动心安来捋一遍给大家听吧，好不好？捋一遍。对。好。对。我就一句话。啊，你妈讲，哎呀，开拜哟，开拜哟，你套都不搞，滚没了啊，腿都没好了啊。哎呀，弄进来毛龙洞。毛龙洞会干干个拜哟，哦，给您呢找来，队友找来的。好，退下。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分成四组，但其实就是没有四组，其实分的不是很整齐，没关系，但是就是你们就找你们旁边的同学练习嘛，好不好？不好意思啊，打断大家一下，我现在查了字典，刚才那个光霸和光波，傍晚和晚上这个区别，来大家听一下，大家听一下。Hello， 那个我刚刚查了一下字典哈，那个这两个字查了一下，应该是这样没错哈，啊，就是晚上是叫做漫摸哈，漫摸，什么字啊？漫摸，然后这两个字它都是。这两个字都是日字旁的，都表示时间吧。然后半夜就是光摸哈，光摸光慢。所以这个光漫和光波你怎么记得？它都是跟漫波有关系的，一个是漫波的前面一半，一个是漫波的后面一半啊。傍晚是光波啊，然后那个半夜是光漫。老师，我要求助。怎么了？老师，你过来，你读一遍，我标给你。我讲几个那个发音的，我讲几个那个发音的技巧，好吧？刚才大家都有可能有普遍遇到的几个问题，对吧？来，我把这个关掉。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有同学问这个 J 怎么发音，对吧 ？J 半元音 J。应该不是半元音，我想想看，我发一下，你看是不是半元音，好吧？就是这个，刚才在这个古韵妹这个地方，我出现一个 J， 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 ko a 的这个 ko a， 也会出现一个 J。那么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是
我慢慢发给大家听吧。古月妹，古月妹，它是一个日的音，有点像那个英文的那个bridge 的这个什么。这个曲的音，这个曲的音，是古月妹，古月妹，它其实是它的原型，就是它的原型是古春悲啊，但是福州话呢有一种现象叫做连读啊，语流音变，就是连读的现象。那么有爆破音啊，比如说坡就是爆破音，坡音坡就是爆破音。那么连读的现象产生的就是变成什么呢？这个春这个吃这是是吃，还有呢，刚才这个坡A这个你A的这个 Z， 它呢就是滋滋滋呢会变成滋滋滋会变成。其实呢就是一种怎么样偷懒的办法，因为你发滋滋滋要很用力，是吧？对吧？滋滋滋都是很用力的，你舌头要贴着这个齿根去发音滋滋滋，那这个就是一种省力的办法，就是福州人很懒啊，就是啊古错咩这个春字发出来太累了，就变成古热咩，就把它模糊掉了。变成五月妹，有点像的话，有点像，就是弱化了，连读了，对。那么连读的例子还有什么呢？刚才还有一个例子，对吧？大家同学问我说，上学怎么讲？上学我们单独讲什么？是孙动。那这个也是一个连读的例子，就是在连读的时候呢 ，S 经常变成 L， 好，孙动。但是连起来跟没上学的一样，你讲某孙洞也可以，但是人家讲快就变成某轮洞。那当然你要讲为什么的话，为什么 S 比如说变成是 L 不是变成其他东西的话，其实这个跟发音的位置有关系。看一下还有什么。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韵母比较难发音哈，刚才讲这个对于这个对哈，对于这个对，我用另外一种音标形式写给大家看哈，我给大家讲这个对于这个 A 怎么发音，对于这个对于我们把对于的对于这个的给它去掉哈，就只发到后面这个音哈。它是这样子哈，这个就是你们普通话的这个 u 嘛，然后这个是叫什么 ？e， 英文有没有这个原因？我忘记了，我在找 e， 英文里面没有，没有，你可以用汉语拼音来 ，o，a，a， 对，差不多哈，差不多。那你要先把这个原因的发音位置找到，它是 e， 就是福州话有一个叫。呕吐或者很恶心的怎么样？对吧？那这个就是那个的那个原因啊。哇，这吐了！吐倒了。OK， 那这个加上 u 是什么啊？就是拼读 a 对吧 ？a 和 u 连起来比较快，把它讲出来 a 好 a， 所以是什么？对于啊，这个要经常练习，其实才会掌握。我这样讲一遍，可能大家还是忘记。然后比如说。你现在知道，比如说怎么发这个 a 之后，然后会发 a， 然后加上的就变成 d， 对吧？那如果是这个 a 加上那个 ng 呢？加上 ng 什么 ？n
嗯，对吧？这三 NG 对吧？然后那个我们刚才讲那个人对吧 ？nen 对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耿宁呢，队友找来有这个耿，就是耿啊，耿。所以呢，这个就是福州话的一个原因，这个更怎么发对吧？这个单个字会不会发？如果单独发哪个字啊？这个盖没错，盖对吧？盖。那这里其实也发生一个连读，就是如果两个个应该是盖对吧？那它后面这个字呢，因为怎么讲呢？受到了前面这个字的 ng 这个后鼻音的影响，它前面的声母也变成跟后鼻音一样，对吧？后鼻音我们怎么发？啊，是不是盖盖对吧？行那个对吧？这个后鼻音，那把它放在前面变成了盖。啊，如果要讲什么口腔这个什么舌头的位置的话，比如这个假设是你的嘴巴，对吧？或者一个人的口腔，然后这是你的牙齿，啊，然后这是你的舌头，那舌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操，这是我会画大师，是往后面拱起来的，发这个音的时候是。就舌头往后拱起的感觉，那这个 NG 还要在什么地方用到？比如说我是什么 ？y 不是 y 哦，是 y 是这种啊，鼻音放在前面啊。当然，其他要比如说长乐就加 m， 那也是这个这个元音开这个声母开头的。这个打头的 ，OK。